西西啊，这个结婚用的婚纱一辈子就一次，你可千万别糊弄，一定要买个像样点的啊。知道啦，快了。说什么呢？小总，你打算婚戒给我买多大的？那必须倾家荡产，我给你买最好的。真的？你想好了？真的。老林呢？说婚戒、婚纱、婚纱照的规格呢，能看出你的诚意有多少。那我就给你看看我的诚意。眼睛闭起来，不许睁眼啊。睁眼，你看。这么快就上交工资卡了？这不是工资卡，这叫老婆本儿。在国外的时候呢，我就想，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，那我一定要给你最好的。所以呢，我的每一笔奖学金赚的每一份工资存在这个卡里，所以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。可是要是用这个钱都去买了婚戒的话，那到时候婚礼还有蜜月要怎么办呢？我付吗？不是，看来小组的诚意也就这么点嘛。你相信我，就算砸锅卖铁，我也会给你最好的婚礼。把锅砸了，怎么做饭呀？点外卖呗。到底去哪儿啊？带上卡，把你最喜欢那个商场给他买下来。吹牛。西西啊，老爹想过了，还是别让医生买太贵的戒指，他创业呢也不容易。下次啊，老爹带你去买这些珠宝，就当是给你的嫁妆。你看老林，这女婿还没进门呢，就开始偏心。哎呀，有这样的老丈人，是我的福气。肖总，小语种系统出现了 bug。你打个电话啊。喂。肖总，3.0冰岛屿这一块出问题了，明天消防局领导来考察的话，我们怎么应付？我今天可能不能陪你去挑婚戒了，我得回趟公司。沈姐来，跟我妹陪你。肖一成，你刚刚没关蓝牙。放心吧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知道。
咦，还没睡啊？怎么，有心事？林奶奶，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在工作上都有各自的立场，但是他们发生了利益冲突，其中一个人知道了另外一个人公司的漏洞，于公他是应该上报给公司的，这样他们公司的赢面就会更大一些。但是于私这样做太不道德，那知道事情的这个人应该怎么做选择呢？秉熙，这个世界的输赢从来都不在世界的本身。如果你赢了一件事情，但是你的内心是痛苦的，那你从本质上就是输了。不要让得失心成为你的枷锁。其实战斗都是为了非战，所以遵从你自己的心愿吧。好了，快睡觉吧，不早了啊。于奶奶晚安。晚安。bug 有办法修复吗？龚主任约了三天以后来。